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兔兔channel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人在放炮仗哎！我们去看一下谁人在放炮仗 ，OK？ 走 ，Let's go！ 好的好的。哦，你放倒立了，太难了。接过来了。我去。他是不是有我接哦？两个丢，小虾，果果姐，今天是什么？小虾，接着我看。什么声音来的？哦，原来这子靖跟天天在玩炮仗。这是小孩子玩的炮仗，是不是？你们想不想玩些更刺激的炮竹？要！爸爸又准备了很长很长的炮竹。要！我们上去看一看要不要？要！等一下我们去玩炮竹好不好？好吧。Let's go， 我们上去了。我准备了炮竹哦。对呀。我的炮竹怎么不见了呢？对呀。怎么被扔进去了呢？对。我明明准备了很长很长的那个炮竹。我们的炮竹变成炮竹气球，哦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去用气球当做炮竹可以没有？可以，比较安全，小孩子也比较可以玩 ，OK？ 又开心，又开心，我们用气球来当炮竹吧。记得订阅我们的兔兔channel。
们讲。还有阿香小姐，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妹妹你还在这么，还要丢啊？